留意翻之前講嗰只啦，60408咧，即係瑞通嗰只 N 證啦。咁佢係29500收回，咁其實就算去到28700嗰啲位你買咧，都仲有7200點波位嘅。嗯。咁變咗都有咁嘅位去守咯。如果下面嘅話咧，可以留意66476就瑞信嘅 call。嘅牛啊，所以咁就27700到嘅死嘅，咁、其实你譬如你落到去28200啊，咁都一样系台湾有600点嘅收回嘅位咯。